1972年的春天， 无锡迎来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到访，在严格的管控之下，美国客人只匆匆停留了三天。所到之处，这帮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如同珍稀动物一般。 40年前，这帮老外为什么要造访无锡？40年后，恍如隔世的照片又如何神奇的现身？为破解一个个谜团，发现节目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搜寻到了当年有关美国代表团访问无锡的记录。 这批泛黄卷边的文件，把我们的脚步拉回到上个世纪的1972年。1972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了 中美联合公报，这场破冰之旅带来了外交史上的惊天之作，改变了东西方的战略格局。就在尼克松2月28日离开中国仅仅10天之后，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访华代表团从香港入境，访问中国大陆，先后考察了广州、上海、 无锡、济南、天津、唐山、北京等7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尤其是文革期间，国门紧闭，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踏进红色中国进行访问。但由于这个组织在美国主张反对越战，因而被中国官方认定为是禁捕组织。 于是便成了当年获准访华的团体之一，并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接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4月11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参加了会见。代表团年轻的成员威廉·约瑟夫有幸见到了大名鼎鼎、风度迷人的周恩来，而此时的他还是一名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中文名字叫 邹伟廉。在紧张的三天时间里，这位美国年轻人用自己的相机，也用价格非常昂贵的彩色翻转胶片，悄悄地记录着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一直珍藏了40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照片越来越珍贵。 他们在美国被收藏，在专门的网站被浏览。当年，这位美国年轻人的随性之举，却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Some of my best memories from my trip to China in 1972 are from Wuxi, and some of my favorite photographs too. Wuxi was the first small city that we were able to visit in China, and the first place where we really were able to get a sense of what daily life was like at that time. 光阴如箭，照片依旧，相片中的人物经历岁月的磨砺，或多或少保留着曾经的记忆。而照片的作者威廉·约瑟夫多年来也一直期待着重访中国， 去会一会那些曾经吸引他按下快门的镜中人。威廉你好，威廉你好，你好，你好。My old friend， 老朋友。如今从上海到无锡，
高速公路仅仅100多公里，而40年前威廉也是从上海到访无锡的，道路可没那么好走。到达下榻酒店，威廉丝毫没有倒时差的迹象。40年前，全国人民同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今天，美帝虽然没有被打倒，但这美国佬居然还能够随口唱起当年的革命歌曲。威廉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他保留完好的1972年访问无锡时的徽章、日记和演出节目单。40年后的今天，这些尘封的照片穿越了记忆，竟与40年威廉眼中的无锡影像特展展出于里湖之畔的城级美术馆。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查尔斯·科尔是一位中国通，热闹的站台，红色的标语，他拍下了美国代表团踏上无锡的第一张照片。这两位老人就是当年接待 CCAS 代表团的外事人员陈玉岩、高春华。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welcome 40 years ago. 非常感谢你们40年前招待我们。哎呀，很荣幸40年以后再一次能够见到你。It's also an honor to see you after 40 years. Yes,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back. Thank you so much. 能回来也非常荣幸。Oh, thank you. It's... 这一段音响是威廉在无锡市小红花接待外宾专场演出时采制的现场录音，这些照片也是兴奋异常的威廉现场拍摄的。这位当时25岁的美国研究生至今还珍藏着当天晚上演出的节目单。小演员们在履行着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他们的面孔呈现出来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怪异，但这两块脸上的红蛋蛋曾经是很多小朋友梦寐以求的漂亮标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物理研究中心的博导华平女士就是一位当年的小红花，如今他担任了当地的华人协会主席，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还组建了传承中华文明的凤凰艺术团。小红花的难忘的事，因为呢，当时的话呢，我们经常要出去演出，就是白天的上文化课，下午排练，晚上呢就会到农村啊、工厂啊去演出。作为侨领，非常重要，这个首长这个领导访问英国的时候呢，那么我呢被邀请接见，那么其中包括胡锦涛主席啊、温家宝总理以及李克强副总理一起座谈，了解一下这个华人华侨的一些情况。40年后，在幕后伴奏的华平见到了当年为小红花演出拍照的威廉。两人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台上台下的情景。These photographs are some of my favorite ones that I took in China. So surprised they turned out so well, because I wasn't using a flash. My flash attachment had burned up. Is that before? As by accident? I plugged it in without.Using a converter. Okay. So I took it with a very fast lens. Mm-hmm. We were sitting pretty close, mm-hmm. but I helped. I had a good camera for the time, but I. 为了这桩云烟往事，
南长区小红花蒲新根校长带着众弟子赶来了。1972年3月17日晚上，他们和威廉以照结缘于工农兵影剧院那场专场演出，只可惜彼此台上台下，虽谋面，人未识。你好，很感谢你，不仅给我们，在那个非常单一的年代，给我们带来的色彩。我们当时只有黑白电视，黑白照片，你拍的是彩色的。在热情和热浪中，威廉和镜头里的小红花们一起唱起了那首《红色儿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照片中的这位师傅就是泥人艺术家刘家奎。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分配到江苏省惠山泥塑创作研究所，从事民间泥塑研究创作。美国客人到当时有限的定点开放单位无锡泥人厂参观，当威廉拍下的瞬间，聚精会神构思创作的柳家奎沉浸其中，并未察觉。这一年他43岁。柳家奎是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经连续3届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他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泥塑界顶尖权威，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时处在文革中期的柳大师日子过得很艰难。我阿叔呢，来家快呢，他是老老年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才作为反动学生就为党的个人，党的嘛还是靠边了呢，来劳动个人。那么到这前年呢，因为西汉那个情况来出国，出国泥人厂呢，才是中央欧巴这个节目一到头夫妻两个人收钱。考虑来考虑去呢，报上去，那个阿叔报上去，我个那么前年辰光放出来一次，那么走到这样结束以后呢，都人家去劳动个。那么前两年呢是我，那么工艺品呢在总理考虑一定要我都恢复出来，叫党委书记、建革委员主任都亲自来修补个，来加快加放，而且接着走设计师副主任，那么。一张照片呢，才是刚刚正式出来，不久就成功。柳家奎1995年去世，即威廉拍下此照的23年之后，这位艺术大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看到素昧平生的美国人为他拍下的工作照。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10年之后，惠山泥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影展的现场，赵建高、胡凤英讲述着刚入行时的那次经历。如今在威廉镜头当中活着的老艺人余仁度、严祥帝走了，泥人艺术大师柳家奎走了，40年前刚刚学艺的戴静亚、陈凤珍退休了，但伴随着他们青春年华的艺术生灵们，仍旧在泥胎彩塑的世界里焕发着生机。怀着一份敬意，沈大寿厂长将威廉所喜爱的泥塑作品赠给了这位惠山泥人的心仪者和记录者。美国友人在无锡还参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威廉·约瑟夫的照片简介上还有一行英文字，他著名的就是
当年无锡郊区的河烈渔业大队。这位老人双手合十，头戴一顶很旧的套头毡帽，老人胸前别着的竟然不是文革中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圆形胸章上赫然露出四个英文字母 CCAS， 这在那个年代显得太离奇了。这 CCAS 就是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枚徽章还有上下两行中文，分别是美中人民友好万岁和打倒美帝国主义。难怪西方人对当时的中国很难理解，这到底是欢迎呢还是厌恶呢？或者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幽默吗？Wuxi was also the first place where we were able to go to visit a farm. Since most of the people in China lived in the rural areas and were farmers,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be finally able to go to spend a little bit of time in the commune. 寻访的脚步行走在当年的新农村，农田消失了，鱼塘填没了。当年的农民早已变身城里人，大汗淋漓的威廉还在恍惚中试图找到记忆中的渔业大队，可瓦房农舍早已改头换面，成为高楼林立的新式小区，238亩鱼塘也移步换景，变成了梁溪河畔的城市景观。谢谢谢谢。桃园社区的主任张小敏同年就在此读过，这个位置就是机修车间的位置，他的婶婶就是机修车间那位埋头干活的女工冯美华。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again. 是谁？我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Maybe you can come to America to study. 以后你到美国来上学吧。When you're older. 当你再长大一点。In college. 上大学的美国。好来啦。徽章依旧。但照片中那位佩戴徽章的憨厚老农徐小根早已过世。经过两年多的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对充满好奇的男童的下落。当时1972年3月份，威廉先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我是5岁，我堂弟丁辉是3岁。那么我父亲呢是一名教师。从60年代中期开始呢，就非常喜欢摄影。那么我翻遍了家里面所有的影集呢，只有发现了仅有的几张1寸的黑白照片。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威廉先生呢，这个40多年前为我和我堂弟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珍贵的回忆。在这张照片中，左边的是技术能手西福全，右面是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维平。两人都已在70岁那年去世，而这位倒茶女是公社派来接待外宾的23岁姑娘蒋丽娟。岁月划过了40个春秋，镜头内外的蒋丽娟和威廉终于相逢在无锡交通频率的多媒体直播现场。63岁的她，2004年已从滨湖区档案局退休，而大他2岁的威廉仍在美国威尔斯利当教书匠。这张被威廉误认为的全家福实际上是两家人。重访无锡的第二天，威廉就登门拜访这位
年近九旬的老人。再见，刚老的你是俺的口口你。40年，真正40年。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in 1972, and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again 40 years later. 岁月无情，当年精神干练的渔业大队长钱洪夫，如今已是迟暮苍老。对这位特殊的来客，老人既意外又惊喜。They have three apartments. It's bigger than my bedroom at home. 听说威廉要来，这对照片中的母女非要来会一会这位美国人。当年，长相秀美的女儿孙雪芬才22岁，此后她的双腿被病魔折磨了30多年。前后对比，从清纯的姑娘到残疾的妇女，令人无法接受。孙雪芬的母亲王菊英已经88岁，患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养老院。照片很普通，但充满了冷暖温情，在静默中见证了一段风雨40年的人事变迁。40年了。I was very happy that they were looking very healthy and that seeing my photographs gave them so much pleasure. And I'm particularly happy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hare those photographs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thi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ir family history.一家人依着当年站位的原样，留下了一张相隔40年后重拍的全家福。这是我的孙子，孙子，对。在喜悦声中，又增添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家庭成员。这是一张 CCAS 访华团成员的合影照。威廉身边的这位大胡子就是尤恩·库珀，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的研究生，中文名字顾尤琴。威廉曾为他留下了一张与西福全、刘维平的采访照片。令人意外的是，在档案馆静默了40年的卷宗里，偶然发现了这位美国人1972年4月27日从香港发给河列大队农民丁海清一封用中文写的信，和一张美国团员和他家人的合影照。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石沉大海。我们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久违，来到了老人的家中。啊，哭得清了，哭不清了，哭不清了的。三年四个是你的，我的年内跑人家四万的人买回来。四十年前的我是刚不咋子，第三看到儿子看记不清了，光是地出来记不清了。我也是当事人的话，我是当事人。不容易，你的这个工作还不容易，再念历史呀。那个历史的书记在那头，再翻过来呀，好搞不清楚了。1972年3月20号。是美国访华代表团在无锡短暂访问的最后一天。中午，美国客人来到闹市区的新丰饭店，这是美国客人访华以来第一次走进民间饭店。40年前的无锡市区还显得很乡土，透过玻璃窗，外面挤满了围观者。马路对面就是当年的第一百货商店老楼。
这家百年老字号聚丰园在破四旧中改名为新丰饭店。这是一张温馨的照片，殿堂里挤满了食客，端坐方桌旁的一家人引起了威廉的注意。那年外婆洪英娣45岁，正拿着奶瓶给孙女郑磊喂奶，旁边的那位贤淑的少妇是25岁的女儿郑凤仙，手里抱着才5个月大的女儿仲圆圆。可能正是这普通的温馨与当时社会上狂躁的氛围形成的巨大的反差，吸引着威廉按动快门，捕捉到了这淳朴而又真实的瞬间。那天我和我妈妈带着我女儿和外婆和我侄女儿一起到新丰饭店去吃饭，后来呢来了很多外国人，很多外国人，其中一个外国人他用中国话对我说，他说你这个孩子送给我吧，我说我不送给你，他说你不是两个孩子吗，我说一个是我哥哥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女儿，因为呢这两个孩子一个是红的毛线一个是绿的毛线，看上去好像是像双胞胎一样的，但是不是双胞胎。那个外国人他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这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呢。手捧照片，仿佛穿越了40年的光阴，照片的主人不知会有怎样的感触。岁月无情催人老，世事沧桑去无痕，如今照片里吃奶的婴儿已经年过不惑，端着奶瓶的年轻的母亲也早已退休，而婴儿的外婆已经在3年前永远告别了这个在喧嚣中飞速变化的世界。美国客人在饭店用餐的间隙还到厨房里拍摄正在砧板上忙碌的厨师们。40年后退休多年的曹锦清师傅对当年的情形依然是记忆犹新。到底呢过来是吃饭，跟我们在泡泡澡啊都吃，各个人体力啊吃吃好的人家正常啊，对吧，人进来的泡泡澡啊，那么火锅啊厨房干的都吃，是吧，你看现在呢这个做品呢也好，你看我们我们王培仁跟呢是有简单，是吧，还有呢是呢就是秘书，是吧，跟我们普京根跟呢一个项目呢一个呢是第四十世纪李李永根世纪，相隔40年后，威廉又来到了这家满是回忆的饭店。一瓶红字闪动着欢迎的标语，一扇玻璃透出了崭新的景象。Hello， 你好 ，Very nice to see you. My mom passed away2009. 年老的母亲可以再次怀拥长大了的女儿，但天堂里的妈妈再也回不来了。Lunch at common restaurant in Sydney, but we were served superb 10-course meal. Crowd outside restaurant was immense, thousands. We are a real novelty in Wuxi. 翻遍菜谱，威廉还是找不到当年那丰盛的十道菜。倒是见识了聚丰园的开山鼻祖王荣初。照片中的曹景清后来成了大厨师，已经退休多年的他特地赶来致谢，是威廉的照片为自己这个小厨工定格了无法重现的青春。分手在即，大家再留下一张照片，一同期待着下一个40年。40年后，月亮还是那弯月亮，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窗外移动的风景却变幻得如同魔术，令人惊奇。40年后，威廉重返故地，
用西方学者的眼光重新打量崭新无锡的社会发展、人文气息、和谐城市。相隔太久，却又行色匆匆，带着太多的问号和感叹号，威廉就要结束寻访之旅，回美国了。这让朝夕相处的栏目策划编导们依依不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平淡的，平淡的就像是乘船在河面上做一次长途的旅行。我们不会太在意河岸上每时每刻的变化，但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停泊或者上岸时，才会突然感慨，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一切变化太大。四十年后，反观威廉拍下的无锡的老照片，感觉似乎与河面乘船有些相同，只是变化的不是岸上的风景，而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生活。隔山隔海情不断，一腔静远永相连。或许这就是威廉照片的特殊的价值所在吧。1972年的春天，无锡迎来了一个美国代表团的到访。在严格的管控之下，美国客人只匆匆停留了三天。所到之处，这帮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如同珍稀动物一般。40年前，这帮老外为什么要造访无锡？40年后，恍如隔世的照片又如何神奇的现身？为破解一个个谜团，发现节目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搜寻到了当年有关美国代表团访问无锡的记录。这批泛黄卷边的文件，把我们的脚步拉回到上个世纪的1972年。
1972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当属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场破冰之旅带来了外交史上的惊天之作，改变了东西方的战略格局。就在尼克松2月28日离开中国仅仅10天之后，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访华代表团从香港入境访问中国大陆，先后考察了广州、上海、无锡、济南、天津、唐山、北京等7座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尤其是文革期间，国门紧闭，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踏进红色中国进行访问。但由于这个组织在美国主张反对越战，因而被中国官方认定为是进步组织，于是变成了当年获准访华的团体之一，并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接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4月11日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参加了会见。代表团年轻的成员威廉·约瑟夫有幸见到了大名鼎鼎、风度迷人的周恩来。而此时的他还是一名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邹伟廉。在紧张的3天时间里，这位美国年轻人用自己的相机，也用价格非常昂贵的彩色翻转胶片，悄悄地记录着他所看到的一切，而且一直珍藏了40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照片越来越珍贵，他们在美国被收藏，在专门的网站被浏览。当年这位美国年轻人的随性之举，却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 Some of my best memories from my trip to China in 1972 are from Wuxi, and some of my favorite photographs too. Wuxi was the first small city that we were able to visit in China, and the first place where we really were able to get a sense of what daily life was like at that time. 光阴如箭，照片依旧，相片中的人物经历岁月的磨砺，或多或少保留着曾经的记忆。而照片的作者威廉·约瑟夫多年来也一直期待着重访中国，去会一会那些曾经吸引他按下快门的镜中人。威廉你好，威廉你好，你好。My old friend, 老朋友。如今从上海到无锡，高速公路仅仅100多公里，而40年前威廉也是从上海到访无锡的，道路可没那么好走。到达下榻酒店，威廉丝毫没有倒时差的迹象。40年前，全国人民同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今天，美帝虽然没有被打倒，但这美国佬居然还能够随口唱起当年的革命歌曲。威廉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他保留完好的1972年访问无锡时的徽章、日记和演出节目单。40年后的今天，这些尘封的照片穿越了记忆，静与40年威廉眼中的无锡影像特展展出于里湖之畔的城级美术馆。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查尔斯·科尔是一位中国通，
热闹的站台，红色的标语，他拍下了美国代表团踏上无锡的第一张照片。这两位老人就是当年接待 CCAS 代表团的外事人员陈玉岩、高春华。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welcome 40 years ago. 想感谢你们40年前招待我们。哎呀，很荣幸，再40年以后再一次能够见到你。It's also an honor to see you after 40 years. Yes,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back. Thank you so much. 能回来也非常荣幸。Oh, thank you. It's 40 years ago. 这一段音响是威廉在无锡市小红花接待外宾专场演出时采制的现场录音，这些照片也是兴奋异常的威廉现场拍摄的。这位当时25岁的美国研究生至今还珍藏着当天晚上演出的节目单。小演员们在履行着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他们的面孔呈现出来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怪异，但这两块脸上的红蛋蛋曾经是很多小朋友梦寐以求的漂亮标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物理研究中心的博导华平女士就是一位当年的小红花，如今他担任了当地的华人协会主席，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还组建了传承中华文明的凤凰艺术团。小红花的难忘的事，因为呢，当时的话呢，我们经常要出去演出，就是白天的上文化课，下午排练，晚上呢就会到农村啊、工厂啊去演出。作为侨领，非常重要这个首长这个领导访问英国的时候呢，那么我呢被邀请接见，那么其中包括胡锦涛主席啊、温家宝总理以及李克强副总理一起座谈，了解一下这个华人华侨的一些情况。40年后，在幕后伴奏的华平见到了当年为小红花演出拍照的威廉。两人愉快地回忆起当年台上台下的情景。These photographs are some of my favorite ones that I took in China. So surprised they turned out so well, because I wasn't using a flash. My flash attachment had burned up before. Before, as by accident? I plugged it in without.Using a converter. Okay. So I took it with a very fast lens. Mm-hmm. We were sitting pretty close, mm-hmm. but I helped. I had a good camera for the time, but I. 为了这桩云烟往事，南长区小红花蒲新根校长带着众弟子赶来了。1972年3月17日晚上。他们和威廉以照结缘于工农兵影剧院那场专场演出，只可惜彼此台上台下虽谋面，人未识。你好，很感谢你，不仅给我们，在那个非常单一的年代，给我们带来的色彩。我们当时只有黑白电视，黑白照片，你一拍的是彩色的。在热情和热浪中，威廉和镜头里的小红花们一起唱起了那首红色儿歌，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照片中的这位师傅就是泥人艺术家刘家奎，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分配到江苏省惠山泥塑创作研究所，从事民间泥塑研究创作。
美国客人到当时有限的定点开放单位无锡泥人厂参观。当威廉拍下的瞬间，聚精会神构思创作的柳家奎沉浸其中，并未察觉。这一年他43岁。柳家奎是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经连续3届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委，他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泥塑界顶尖权威，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此时处在文革中期的柳大师日子过得很艰难。我阿叔呢，柳家奎呢，他是老六年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才作为反动元帅就位当得个人，当得么一直靠边了呢，来劳动个人。那么到这前一年呢，因为西汉那个秦王来楚国，楚国泥人厂呢，侪是中央欧巴这个金毛一大头夫妻两个人收养。考虑来考虑去呢，报上去，那个阿叔报上去，我个那么前一年辰光放出来一次，那么走到这样结束以后呢，都直接去劳动个。那么前两年呢是我，那么工艺品呢在总理口里一定要我都恢复出来，叫党委书记、建革委员主任都亲自来修补个，来加快加放，而且接着走设计师副主任。那么一张照片呢，侪是刚刚正式出来，不几就成功。柳家奎1995年去世。即威廉拍下此照的23年之后，这位艺术大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看到素昧平生的美国人为他拍下的工作照。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10年之后，惠山泥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影展的现场，赵建高、胡凤英讲述着刚入行时的那次经历。如今在威廉镜头当中活着的老艺人余仁度、严祥帝走了，泥人艺术大师柳家奎走了，40年前刚刚学艺的戴静亚、陈凤珍退休了，但伴随着他们青春年华的艺术生灵们，仍旧在泥胎彩塑的世界里焕发着生机。怀着一份敬意，沈大寿厂长将威廉所喜爱的泥塑作品赠给了这位惠山泥人的心仪者和记录者。美国友人在无锡还参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威廉·约瑟夫的照片简介上还有一行英文字，他著名的就是当年无锡郊区的河烈渔业大队。这位老人双手合十，头戴一顶很旧的套头毡帽，老人胸前别着的竟然不是文革中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圆形胸章上赫然露出4个英文字母 CCAS， 这在那个年代显得太离奇了。这 CCAS 就是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英文缩写。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枚徽章还有上下两行中文，分别是美中人民友好万岁和打倒美帝国主义。难怪西方人对当时的中国很难理解，这到底是欢迎呢，还是厌恶呢？或者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幽默吗？ Wuxi was also the first place where we were able to go to visit a farm.
And since most of the people in China lived in the rural areas and were farmers,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able to be finally able to go to spend a little bit of time in the commune. 寻访的脚步行走在当年的新农村，农田消失了，鱼塘填没了，当年的农民早已变身城里人。大汗淋漓的威廉还在恍惚中试图找到记忆中的渔业大队，可瓦房农舍早已改头换面，成为高楼林立的新式小区。238亩鱼塘也移步换景，变成了梁溪河畔的城市景观。谢谢谢谢。桃园社区的主任张小敏童年就在此度过。这个位置就是机修车间的位置。他的婶婶就是机修车间那位埋头干活的女工冯美华。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again. 是谁？我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Maybe you can come to America to study. 以后你到美国来上学吧。When you're older. 当你再长大一点。In college. 上大学的美国。好来啦。徽章依旧。但照片中那位佩戴徽章的憨厚老农徐小根早已过世。经过两年多的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对充满好奇的男童的下落。当时1972年三月份，威廉先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我是五岁，我堂弟丁辉是三岁。那么我父亲呢是一名教师。从60年代中期开始呢，就非常喜欢摄影。那么我翻遍了家里面所有的影集呢，只有发现了仅有的几张1寸的黑白照片。所以呢，我非常感谢威廉先生呢，这个40多年前为我和我堂弟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珍贵的回忆。在这张照片中，左边的是技术能手西福全，右面是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维平。两人都已在70岁那年去世，而这位倒茶女是公社派来接待外宾的23岁姑娘蒋丽娟。岁月划过了40个春秋，镜头内外的蒋丽娟和威廉终于相逢在无锡交通频率的多媒体直播现场。63岁的她，2004年已从滨湖区档案局退休，而大他2岁的威廉仍在美国威尔斯利当教书匠。这张被威廉误认为的全家福实际上是两家人。重访无锡的第二天，威廉就登门拜访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师。再见，您。是刚我第一次来来看看你，40年，整整40年。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in 1972, and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again 40 years later. 岁月无情，当年精神干练的渔业大队长钱洪夫，如今已是迟暮苍老。对这位特殊的来客，老人既意外又惊喜。They have three apartments. It's bigger than my bedroom at home. 听说威廉要来，这对照片中的母女非要来会一会这位美国人。当年，长相秀美的女儿孙雪芬才22岁，此后她的双腿被病魔折磨了30多年。前后对比，从清纯的姑娘到残疾的妇女，令人无法接受。
孙雪芬的母亲王菊英已经88岁，患老年痴呆症，住进了养老院。照片很普通，但充满了冷暖温情，在静默中见证了一段风雨40年的人事变迁。40年了。I was very happy that they were looking very healthy and that seeing my photographs gave them so much pleasure. And I'm particularly happy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hare those photographs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thi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ir family history. 一家人依着当年站位的原样，留下了一张相隔40年后重拍的全家福。孙子，在喜悦声中又增添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家庭成员。这是一张 CCAS 访华团成员的合影照，威廉身边的这位大胡子就是尤恩·库珀，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的研究生，中文名字顾尤琴。威廉曾为他留下了一张与西福全、刘维平的采访照片。令人意外的是，在档案馆静默了40年的卷宗里，偶然发现了这位美国人1972年4月27日从香港发给河烈大队农民丁海清一封用中文写的信，和一张美国团员和他家人的合影照。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石沉大海，我们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久违来到了老人的家中。1972年3月20号，是美国访华代表团在无锡短暂访问的最后一天。中午，美国客人来到闹市区的新丰饭店，这是美国客人访华以来第一次走进民间饭店。40年前的无锡市区还显得很乡土，透过玻璃窗，外面挤满了围观者。马路对面就是当年的第一百货商店老楼，这家百年老字号聚丰园在破四旧中改名为新丰饭店。这是一张温馨的照片，殿堂里挤满了食客，端坐方桌旁的一家人引起了威廉的注意。那年外婆洪英娣45岁，正拿着奶瓶给孙女郑磊喂奶，旁边的那位贤淑的少妇是25岁的女儿郑凤仙，手里抱着才5个月大的女儿仲圆圆。可能正是这普通的温馨与当时社会上狂躁的氛围形成的巨大的反差，吸引着威廉按动快门，捕捉到了这淳朴而又真实的瞬间。那天我和我妈妈带着我女儿和外婆和我侄女儿一起到新丰饭店去吃饭，后来呢来了很多外国人，很多外国人，其中一个外国人他用中国话对我说，他说你这个孩子送给我吧，我说我不送给你，他说你不是两个孩子吗，
我说一个是我哥哥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女儿。因为呢，这两个孩子，一个是红的毛线，一个是绿的毛线，看上去好像是像双胞胎一样的，但是不是双胞胎。那个外国人他用中国话对我说，我当时很惊讶，我说这外国人怎么会说中国话呢？手捧照片，仿佛穿越了四十年的光阴，照片的主人不知会有怎样的感触。岁月无情催人老，世事沧桑去无痕。如今照片里吃奶的婴儿已经年过不惑，端着奶瓶的年轻的母亲也早已退休，而婴儿的外婆已经在三年前永远告别了这个在喧嚣中飞速变化的世界。美国客人在饭店用餐的间隙还到厨房里拍摄正在砧板上忙碌的厨师们。四十年后退休多年的曹锦清师傅对当年的情形依然是记忆犹新。当天呢，过来是吃饭，咱们在泡泡澡啊，能吃。这个人体力啊，吃吃里头呀，真爽啊。对啊，人进来了，泡泡澡啊，你看嘛，火锅啊，厨房干的都吃，是吧？你看现在呢，这跟这做品相呢，要老。你讲嘛，我们王培仁跟呢是要简单，是吧？还有呢是呢就是秘书，是吧？讲嘛普京根，讲呢一个项目呢跟呢是历史上司机李永根司机，是吧？现在呢都有第二年就要发了价格了。相隔四十年后，威廉又来到了这家满是回忆的饭店。一瓶红字闪动着欢迎的标语，一扇玻璃透出了崭新的景象。Hello, 你好 ，Very nice to see you. My mom passed away in 2009. 年老的母亲可以再次怀拥长大了的女儿，但天堂里的妈妈再也回不来了。Lunch at common restaurant in Sydney, but we were served superb 10-course meal. Crowd outside restaurant was immense, thousands.We are a real novelty in Wuxi. 翻遍菜谱，威廉还是找不到当年那丰盛的十道菜，倒是见识了聚丰园的开山鼻祖王荣初。照片中的曹景清后来成了大厨师，已经退休多年的他特地赶来致谢，是威廉的照片为自己这个小厨工定格了无法重现的青春。分手在即，大家再留下一张照片，一同期待着下一个四十年。四十年后，月亮还是那弯月亮，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但窗外移动的风景却变幻得如同魔术，令人惊奇。四十年后，威廉重返故地，用西方学者的眼光重新打量崭新无锡的社会发展、人文气息、和谐城市。相隔太久，却又行色匆匆，带着太多的问号和感叹号，威廉就要结束寻访之旅，回美国了。这让朝夕相处的栏目策划编导们依依不舍。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是平淡的，平淡的就像是乘船在河面上做一次长途的旅行。我们
不会太在意河岸上每时每刻的变化，但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停泊或者上岸时，才会突然感慨，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一切变化太大了。四十年后，反观威廉拍下的无锡的老照片，感觉似乎与河面乘船有些相同，只是变化的不是岸上的风景，而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生活。隔山隔海情不断，一腔静然永相连。或许这就是威廉照片的特殊的价值所在吧。Thank you.